北京时间2月3号 ，CBA 常规赛第35轮率先开打，丁彦雨航带领山东坐镇主场，迎来同曦队的挑战。比赛一开始，莫泰尤纳斯就展现出了不俗的手感，内能转身勾手命中，外侧接球标准三分，引领一波高潮取得领先。希克森也不是吃素的，面对莫泰中投还颜色，三分球大赛冠军于长春三分不开，于是突破内线拉杆得手。莫泰表示要教教于长春投三分，右翼三分是首起刀落。郭一飞此时哈登故意接到队友传球，三分线外百步穿杨，并造成张春军的犯规，打四分成功，将比分缩小出来去干扰对方。但是，吴科顶弧侧应手工刀般精准直塞，内线的小沙与陶汉林开心失明，双手抱头。好机会，山东领先9分，结束首先。这边要起反击了，陶汉林。接下来，陶汉林是继续吃饼，劳森反击中单手击地妙传，恰到好处。陶汉林中路跟进暴扣得手，山东打出堪比马刺的流畅进攻。劳森再次助攻，陶汉林双手暴扣。同曦这边进攻则略显艰难，乔文汉突破得手，艰难取分。希克森上篮打成2+1，同曦终于连得5分，是再次破进比分。莫泰今天手感真是挡不住，篮下连续得分，帮助山东领先16分，结束第二节。虽然没打进，可是又是莫泰飞了出来，别人的球断掉了。一边再战，丁彦雨航抢断发动快攻，莫泰跟进强势单臂暴扣得手，点燃全场。但是同曦并没有被吓倒，杨丽夹缝中求生存，一个节奏变化上篮命中。乔文汉助攻希克森，篮下野兽暴扣，王永恒又以三分命中，叶宇航加速无惧希克森的防守，上篮得手，将比分差距扩大到30分。劳森老师杀人诛心，三节结束之前连续2记三分球命中，直接提前一节杀死比赛。第四节也彻底沦为了垃圾时间。尽管同曦奋起反抗，但是已经无法阻止全队发挥出色的山东。最终山东五人得分上双，以132-103主场大胜同曦。腾讯体育综合报道。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，而且同曦队也并没有遣出全员的主力。